非常非常浓郁哦。很会整理，这边真的变得很干净整齐耶，而且呢多放咖啡机完全可以放得下。那是因为其实呢我有另外一个大收纳柜，先偷偷看一下，这边有个大收纳柜，但是我还没有把它整个整理好，对，上面还很乱，然后还放遥控器什么什么的，现在还很乱，先偷看一下。这个大柜子真的超级好用的，而且它真的很便宜，不到7000块，这超级大的柜子，柜子是完美主义居家的。然后它这里面这个玻璃柜，这个玻璃柜超级好看的，这玻璃柜更便宜，这玻璃柜很便宜，超级好，超级棒的。因为这柜子我还没有整理好，所以现在还乱七八糟的，主要可以看到我的烤箱就是搬到这里来了，还有这个微波炉，这微波炉跟这柜子这一格刚刚好一模一样，这宽度有没有超扯的。我那时候放进去的时候我想说天哪，就是是命中注定的一个组合，到时候我整理布置好之后会再仔细介绍一下。那这个就是完美主义居家的柜子，真的超级美超级漂亮的。然后这柜子真的它已经很便宜了，它都不用7000块。然后呢我先跟大家偷偷预告一下，就是完美主义居家它连大型的家具都不贵，所以呢我有跟他们去谈，也是可以谈到一些团购，在10月初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团购，像这柜子我有跟他们谈，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谈好，所以还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说有什么东西，但是绝对是真的很便宜很便宜，真的超级好超级划算的。它这个柜子本身就很便宜了，这柜子如果是在别的家具店一定是上万元啊。我在淘宝上呢又订了一些东西想要搭配，然后就又买一些东西家具来配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淘宝那也还没有寄到，但这边就是会有一些淘宝的东西就对了。这电器柜在哪里买的，然后呢它的组装清单，这之前我都介绍过了，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资讯栏，我会把以前介绍的那个影片连结放在下面好不好。今天的重点就是我新布置的咖啡区，这就是咖啡机，它的水箱，就很多韩国女生都会用的这一台伊利的咖啡机，这是我的梦幻单品之一，然后它价格是有点贵的，但是这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非常想要，所以这是我私心要推荐，然后呢一直想要放在我书桌旁边，然后它水箱就这样卡上去。然后这个是我刚刚才去领的包裹，我买的那个咖
啡胶囊和咖啡豆。因为我有买一个环保胶囊，就是市面上现在有这种环保胶囊，是可以自己放咖啡粉进去的，然后是不锈钢的这种，然后我有买，这一组也有点贵。这是我买的那个环保胶囊组，它就是有这个压的，然后呢它有一个这个底座，这是我自己买的，然后我觉得很漂亮，但它在那个冲咖啡的时候可能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喷溅。然后这个就是咖啡胶囊，我觉得那个我在 Momo 上面买的，然后我觉得 Momo 的那个有的时候寄来的时候就是包装都随便乱包。好，算了，没有关系，我现在要用。好啦，里面是新的，就是没有拆封过的。 OK， 嗯，好香哦。嗯，看它上面这一层满满的油脂，这一层满满的油脂就是伊利咖啡。伊利咖啡真的是很厉害，我第一次打工的咖啡店他们也是用伊利的咖啡，非常非常浓郁哦。嗯，有一个吸盘，所以它会牢牢的吸住在我放的地方，很漂亮。